嘉南有理大学多年来持续来进行着高教深耕，也佮核心技术发展计划，予学生的学习，也佮各领域的研发技术会当更加提升。日前嘛伫校内举办着成果发表会，邀请着指导甲协办单位，也佮师生同齐来参加。毋那是展示出丰富的成果，更是予各界来看到学生的实力。嘉南有理大学日前伫咧校内举办高教生根甲核心计划发展计划的成果展，展示出了相当侪成果，让各界看到了学生的实力，还佫有开发的成效，内容也是相当精彩丰富。有很多超过100件的这个很特殊的这个海报，那因为它的特色都围绕在嘉耀的一个办学理念健康哈、哦。那嘉耀有别于其他的科技大学哈、哦，我们是以健康关怀为主哈。哦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区隔的。那特别我们今年办别开生面，是因为我们刚获得远见杂志评比全国在这个医护生技类组里面企业最爱大学生里面我们排名第四名、哦、难能可贵。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发表会，把老师学生的一些平常的兴趣还有他们努力的成果都能够展现给大家。这场成果展览总共分作了3个展区来做展出，除了讲有高教生根以外，还佫有学校发展的特色佮 USR 计划，各方面拢得到了相当好的展现。那我们在提升高教公共性方面的话呢，我们会规划一系列的奖助金呢，给予同学呢以学习代替打工的方式来提升呢学生呢留在校园学习的时间。那例如我们看到这位林同学呢，他呢本来是要到校外去打工，那因为有这个奖助学金的协助下呢，他跟老师呢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专题制作，那学生呢进一步拿他的研究成果呢去参加全国的各大的一个产品的竞赛，也获得相当多的一个金牌，还有其他的优胜的一个奖牌回来。那学生也因为这样一个成绩，拿去申请国立大学的研究所，获得相当好的成果。同天嘛，邀请了产业界甲指导单位前来参加，希望不只是展示出满满实力，嘛是创造了交流讨论的机会。期盼未来不只是学生进步，学校嘛当有更加侪培育优秀人才能力，创造双赢的局面。记者郭家明，林德区采访报道。